咁啊，天雨路滑之下咧，大家都小心驾驶啦，就唔好揸到咁急啦，即系唔好太过急躁啊。咁啊，片段中呢架嘅福士咧，你见到佢都都好似比较急啊，比较急躁啊，天雨路滑之下，咁啊加速都比较快啊，同埋可能佢未必咁留意到啲情况啦。咁啊，最后啊，竟然系发生咗一个咁嘅意外，都撞到人哋成个尾掉一掉嘅，可能真系比较急啦，咪天雨路滑啦，刹唔切啦，冇睇到嗰个车尾嘅情况之下咧，就啊俾油就冲咗去啦，结果就撞到人就尾啦。咁啊，其实咧佢个驾驶态，即系驾驶上态度可能就急咗啲啦。不过咧，其实法律上咧系冇问题嘅，一路都啊，即系冇话越过啲实线啊或者点样。亦都應該係都冇超速嘅，純粹佢個人比較急咧，判斷力可能就會有所影響啦。嗱，咁啊呢啲位就係冇睇到咯，咁啊即係可能比較急啊，趕住去呢個大學站啊，冇睇到個車尾，即係冇睇到呢個銀色私家車車尾未過迴旋處，咁啊就撞咗埋去。咁啊，大家天雨路滑揸車就小心啲啦。